怎么能怪我呢？都是你自找的。说完便转身离开了。晚上下班准备回家的时候，苏然然找到了我。阿成，你今天为什么要让他下不来台？是你让他下不来台的，你有病就赶紧去治，别在这里耽误时间。你看你自己做的事太卑鄙了，那个提案对你来说又不重要，你干嘛那么计较呢？如果小雕这次成功，他很有可能会提升组长的，这个机会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可你就不同了。他没有这个能力，就不应该偷别人的东西去升职。小雕都答应我了，我给他提案，他去找他舅舅把我转正，你去跟部门经理好好说说行吗？你就说你刚才是胡说八道的，你赶紧把你的最终版本发给小雕，这事情还能挽救回来。我帮他，那我怎么办？你考虑过吗？我会求他让你也留下的，这次就算我求你了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你少跟我说这些，你赶紧离我远点，如果再跟我说这些，我就去把事情闹大，让你们俩都收拾铺盖走了，你信吗？你以前很善良的，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再好好考虑一下行吗？因为总经理是小雕的舅舅，这件事最终他也没受到什么影响，苏然然也被保了下来。第二天晚上，小雕在公司大声喊道，今天晚上我请客在皇庭大酒店，晚上大家都去啊，我们放松一下。我还没去过皇庭酒店呢，今天晚上又能享受丰盛的晚餐了。你果然是王大少爷，出手就是不一般。嘿嘿，你说的没错，今天晚上我们一定去，有这好事我们肯定到场。阿腾，今天晚上你也去吧，我们都是同事，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今天晚上就把误会解开。是啊，小雕说的对，人家都亲自邀请你了，你就去吧，别不给人家面子。好啊，那我去呗。晚上到了饭店，这时候小雕也到了，居高临下的说道，去把车给我停好，别刮坏了我的豪车。雕哥又换车了，之前可不是这辆，不愧是富二代。在我眼里，咱们雕大少爷可是人生赢家，舅舅又是总经理，自己又是高富帅，太让人羡慕了，现在还找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阿成，你开什么车过来的？我看你戴的手表挺不错，还有你的穿的衣服都是名牌，我还以为你家庭条件很好呢，原来都是假的呀。现在的人呢，虚伪的太多了，买假表穿假名牌车门面有什么用？我朋友圈就有卖这种高仿表的，一块几百块钱，有些人明明没钱，却偏偏装高富帅，你不说我还不知道，真是长见识。阿成，你这个表多少钱买的？看起来像真的一样，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，我只想劝你做人别太虚伪。这时候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身旁的老员工杜姐就开了口，小刀啊，你那车是一天多少钱租的？你说什么？你这辆车我朋友也租过，这辆车牌我记得很清楚，跟我的生日一样，没钱就别硬装了，做人太虚伪不好，你说呢？听了杜姐的话，小雕顿时脸色苍白，我在旁边听着忍不住笑出声，阿恒，你有什么可笑的？你天天戴个假表，穿一身假名牌，你好意思嘲笑我吗？我的车是因为送去保养了，你那辆车估计卖废铁都卖不上价了，我这表能买你两辆车，你信吗？你可别吹了行吗？我才不信呢。你还是别撒谎了，撒谎也要有限度好吧。对呀，吹牛也不能吹得无边无际，如果很过于虚荣还可以原谅，撒谎就是人品不好了。阿成，你家什么条件我心里很清楚，你快跟小雕认个错，说点软话，这件事咱们就算过去了。我此时被气得正要反驳，坐在一旁的杜姐却拿过我那块手表，表情严肃地看了起来，说道，他这块表确实是正品，因为我老公也有个一模一样的，不过我老公的是普通款的，阿成这款是限量版的，在国内就有五块这样的表是很贵重的。阿成，真没想到你深藏不露啊，太低调了。我说话大家有可能不信，但是杜姐开了口，大家都信了，大家都知道杜姐家里条件很好，根本不会看错。此时小雕的表情惊呆了，他愣愣地呆在那里看着大家，慌张地说道，杜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其实我想买一块这款表，但是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，对于出来吃饭都要租车的人来说，小雕你应该见都没见过吧，没见识并不可怕，可没钱还要硬装就可怕了。我可不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阿成，咱们集团老总也姓程，我见过他，我发现你俩长得特别像，你不会是张总的儿子吧？杜姐，你可别瞎说了，他怎么可能是张总的儿子？小雕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俩以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的，你们俩心里有个准备，咱们走着瞧。到家后，然发过来的微信，阿成，你为什么故意隐瞒我你家这么有钱的事实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？你是不是从来没相信过我？苏然然，
以后你别总联系我了，我们已经到此为止了。经过了吃饭的那件事，我跟小雕才真正的水火不容起来。我凭借自己的努力留在了公司，苏然然也因为小雕舅舅的关系留了下来。有一天我被副经理叫到了办公室。阿成，这次叫你们几个要说一下，其他组员都是在六个之内，只有你们二组是七个人。公司觉得这样有点增加公司的成本，打算裁掉一个人。人事经理，你说一下你觉得裁谁合适。其实副经理和人事经理平时都和小雕走得很近，我心里明白他们只是走个形式而已，其实他们想把我直接开除。经理，二组有张雪、苏冉冉和小雕，我很了解他，自从进了公司参与了不少项目，工作非常努力认真。对于苏冉冉我也有点了解，他为人处事特别好，有潜力，有上进心。至于这个阿成，作风最不好，仗着家里条件好，工作极其不认真，也不团结同事，总是跟同事闹矛盾，我觉得该裁掉阿成。我才来到公司八个月，就交了七个提案，你竟然说我工作不认真，你说我不团结同事，跟同事闹矛盾，请问你说的是哪位同事？我大小也是你的上司，你就跟上司这种说话态度吗？你不知道什么叫教养吗？年轻人嘛，还是要谦虚一点，别人说你有问题，是希望让你进步，你还是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。刘总，这点我可以作证，阿成确实跟同事相处很不好。之前小雕想请大家吃饭拉近关系，阿成说话就很高调，我同意人事不理解的看法。阿成，你看你确实犯了众怒，我也保护不了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他们几个一唱一和，像排练好的一样，我心里压抑的怒火马上就要压抑不住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副经理说道，你们都向着他，不就是因为他舅舅是集团总经理吗？你们少在这里装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简直是没教养。如果教养就是你们身上这种，那我确实没有，也不知道你们的脸都是怎么长的，一个个厚得像城墙一样。阿恒，你要是不服，就让你舅舅在这个公司也当个总经理啊，没本事就别在这里乱说话。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有钱不也就是个暴发户吗？在公司混得好才算你厉害。你的意思是公司谁官大谁就说话算吗？那当然了，这就是社会，难道你还和我们瞒你学校那一套吗？是啊，阿成，你别总那么天真了，快醒醒吧。你们这么说我就知道了，那我给董事长打个电话吧。于是我给父亲打去电话，让父亲来一趟总经理办公室。阿恒，你就别演戏了，你这要是董事长的儿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做个小职员呢？好，那你猜我为什么叫阿成？因为我爸叫成很帅。我这一句话刚出口，办公室里人都笑了，笑得尤其夸张的是小雕连眼泪都笑出来了。阿成，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？你这借口也太牵强了。对呀，你就别在这里和我们较劲了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。阿成，人说谎也要有个限度，你要是董事长的儿子，我就是董事长的爹，我倒要看看谁是我爹。此时总经理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了，我父亲面色难看地站在了门口。刚才谁要当我爹？爸，他要开除我。话音刚落，全场都惊呆了。我想问问你开除我儿子的理由是什么？董事长，误会了。是什么误会？你跟我讲讲，我想听你说说我儿子做了什么事，让你们说他没教养。既然我儿子没教养，那应该是我的家教出了问题，你给我提提建议，我改进改进。这时候总经理的冷汗已经顺着脸流了下来，弯着腰站在一旁不敢抬头。苏冉冉和小雕早就惊呆了，吓傻了，在一旁站着，他们不敢相信我的真正身份，原来真是集团董事长的儿子。儿子，我让你到底层来工作，是为了让你了解公司的一切，好为了将来接手公司做准备。你也太不争气了，让这些臭鱼烂虾欺负到你头上。我看着眼前的闹剧，心里有些厌烦，本想在家好好休息一下，可不一会儿门就被敲响了。我打开门一看，门口站着竟然苏冉冉，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花。阿成，你原谅我吧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和小雕在一起是一时糊涂，对不起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如果早告诉我你爸爸是公司的董事长，咱俩就不能走到这今天这个地步。归根结底还是你对我的不信任，你不就是想办个大老板吗？那你应该直接去找我爸。阿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
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彼此还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哪有人不会犯错的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最后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行吗？你还记不记得你选择跟小雕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说过叫你不要后悔，回复我的什么？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跟小雕在一起只是为了能留在公司，我是想等我在公司扎下根来，就把他甩掉再来找你。那我应该感谢你吗？苏冉冉，我本来是想等我接手公司后让你当总经理的，但你好像更喜欢总经理的远房外甥，我现在很看不起你，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